外婆给他的孩子最喜欢的劳力士，我拿去典当。哦，有赎回来吗？已经很久以前，已经赎不回来了。我后来拿那个120,000，那个当铺已经搬家了。爸爸说可以，爸爸说好，爸爸说，我爸也说。我跟你说吧，还拿去叮咚哦。阿妈今晚可能要来找你，因为我到台北一个人还要房租，我压力很大。我已经跟妈妈讲说，好，不然我们今天面对面，我有事要跟你讲，你再跟我要，还是干脆我们再也不要联络了，再也不要相来了，因为我不行啊，你每个月都跟我要，刷恨。对，你要那么久了，结果我约好之后，妈妈竟然是有，反正她有话先跟我讲哦。她说，哎，那个你也不小了，我这边有。之前你跟我那个存的钱，总共存了85,000，妈妈凑300,000给你，你赶快结婚了。85,000凑300,000给你，我那个时候还真羞愧，妈妈有300,000不早点拿来跟我要。羞愧，我是真的很羞愧，我不能单拿300,000，我一定要想办法还他，怎么可能拿了就走？对，我去投资好了。投资完变900,000，我连本带利还他，当最孝顺的男子汉。哎，那个虚拟货币那一阵子大家在夯，一口气我就把它砸下去啊！它暴跌180%，它暴跌180%。Luna 币，它等于从涨到零之后要涨到负的，它变成负的0.0000000。虚拟货币的那个动荡很大，对，它可以一天就归零，一天就归零，归零还变成倒车，所以我的300,000其实也领在剩3万块钱，然后我一直。对妈，这件事也很抱歉。没有，我是典当劳力士是什么？对对对，我那时候有一个音乐梦想，可是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妈妈跟宪哥一样，她跟我说艺术是不能勉强，你不要浪费家里这些钱。没有这么对，我那时候想要学吉，很想学吉他，吉他一把我就挑一把，哦，大概10万块的。的吉他这么贵的，因为我想说要学，我就要学最好的。我去找钱哈，我去找，我去翻他保险柜，翻出来看他存折。可是我不有提款卡存折，里面真的有钱，可是我不知道密码啊，怎么办？东想西想，因为我想破，就是想要那把吉他，我想跟朋友一起去练团，练完团完之后去吃麦当劳。可是没有啊，怎么办？旁边有一把劳力士，我听过妈妈讲过，那是外婆给她的，她一直最喜欢的劳力士。可是我那时候小时候知道Rolex就是有价格的Rolex 啊，你拿个去当，人家看到表，这只名表出来，可是我收的很好，你怎么可能？我跟你讲，因为你里面那个包又太乱了，哎呦，那只表后来被我拿走，所以他那一次表是已经真的吗？我还没有发现呢。我真的还没有发现呢，我回去要赶快找一找。你就拿去典当了，我拿去典当。哦，有赎回来吗？已经很久以前已经赎不回来，我后来拿那个120,000，那个当铺已经搬家了。天选真的，真的啦，真的删去法，赢不起来。300,000有可能，因为他那个真的是虚拟货币。聊很多，对，是不是真的？我的心在淌血，真的，真的啊！哇，300,000，哎，聊不了家里，我省吃俭用给爸爸，扛等得都丢啊！他老外叔那帮呢？我有过150颗比特币，真的？对啊，但是现在跌很多啊，现在150,000，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那9000多块的时候，那是买卖房子的钱。哦，对，然后我一看，哎呦，我中了，我们不要，万一涨的话，我不要这么想，所以呢，9000多就赶快卖掉一半，对，对，哎，啊，又上去到10000出头，就赶快全部卖掉，对对对对，因为我们不是拿这个来做投机，对对对对对对，这个是真的，好来，再来，还有什么真的？用三去法，哪一个真的？第二个真的，典当劳力士这个有可能，因为他知道妈妈。我的妈妈、外婆有给我一个劳力士，真的很熟啊！这也是真的吗？等一下，不会这是真的吧？真的是真的，我有跟爸爸讨论，我有跟爸爸讨论，爸爸说可以，爸爸说好，爸爸也说，我爸也说。我跟你说吧，还拿去叮咚哦。阿妈今晚可能要来找你。